都是拿来了，署长。哎，吃饭了。好好这个人，哎，说疯就疯了。局长，我怀疑这里头有文章。你说他会不会装疯呢？就算是装疯，一个连狗屎都敢吃的人，那也是铁了心要装一装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姓秦的已经疯了，他说的话是不可以作为证据的。不怕，我们还有他老婆。哎，你不是说他是个死硬分子吗？你什么手段都用过了。是啊，不过局座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撬开他的嘴。希望如此吧。去吧。是。喂，我是的。费司令啊，哎，晚上？哦，没事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哦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哟，王处长，卫星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申请回避了吗？啊，回避归回避，我来问问总可以吧？那个姓秦的交代了吗？他疯了。疯了？怎么会疯呢？你能不知道？哎呦，我真不知道。王处长，咱们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是不是为了立功把人给打疯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你说话你就急，我能有什么意思？你们党统局那些办法我都知道，无外乎就是辣椒水、老虎凳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哥，还是你有办法啊！这法子太阴了，要折阳寿的，要不是为了救我妈，我不会这么做。哥，既然那姓秦的没用了，他们应该给他放了。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劲，不会轻易放他的。还有那个梅梅，梅梅如果咬死，效果是一样的。那他应该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吧？希望如此吧。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。我想见他。好，带进来。走，快看，带出去，走走。你都看见了吧？这都是为了那个老太婆，她才变成这样的。我真不明白，到底是谁给他灌的迷药呢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肯说，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。我想说也说不出来呀。他都已经告诉你了吧？我们夫妻俩只不过是外围人员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新来的书记员。看来你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了。本来他要是没疯，就算是死了，我还可以拿他的证词咬死那个姓宋的。但现在呢，他疯了的事情谁都知道了。如果你要是不肯说的话，你们俩都得死在这儿。自从进来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哇，太丰富了，好久没有吃司令的家常菜了。那您就多吃点。好。我今天刚得到的消息，
共军占领了宿迁，形势大为不妙。哎，不是说是黄维兵团已经向宿迁进发了吗？他一路上受到了共军的顽强阻击，自身难保，更别说增援了。共产党内也有高人。嗯，徐州危矣，党国危矣啊。嗯，这么看来嘛，江北已经是共党的天下了。南京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看来我们大西南有可能是党国的最后希望。哟，那司令的担子不轻啊。我被生于忧患，原本想到了晚年享个天伦之福也就足以了。哎呀，可是没想到这后半生又是命途多舛啊。司令也不用这么悲观啊，万一真的此地不留人，到国外去了。好了，不谈这扫兴的事了，我敬您一杯。哎，是眼下的事咱们都帮不上忙。不过我这儿有个忙您倒是可以帮上。哦，怎么说？不就是孝成那事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姓宋的跟孝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并不重要，关键的是那个指证他的人不就是个疯子吗？疯子的话能信吗？这要是传出去又成了共党攻击我们的口实了。这个道理我也懂啊，可是事情蹊跷，他进来的时候不是疯子，而且信誓旦旦。熊老哥，在武汉学习的时候您可没少蹭我酒喝，这次您就算给我一面子。哎呦呦，是您误会了啊。是现在嘛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能够指控这个姓宋的，可是你看我底下的人为了这件事又处理又用心，你说我随随便便把人放了？这个我明白。这两条黄鱼您收下。万万使不得，我怎能收司令的金条呢？这不是给您的，是给您手下弟兄们的，也算有个交代。万一真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上边查下来您就往我这儿推，我兜着，这不完了吗？好吧，啊，既然司令已经说出这种话了，我回去就安排。老哥哥到底是老哥哥，我敬您一杯。放心了吧，这下。这次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爸。什么叫好好谢谢我爸呀？我也是有功之臣。哎，回头你在你妈面前一定都说两句好话哈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的。走。嗯。局长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废话了啊！魏司令啊，亲自跟我提过这件事情，啊，我要是不给人家面子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家？再说，你没有有力的证据指证这个姓宋的，我也跟你提过，得罪了魏正邦没有好处。局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新民呐，我知道，你为了这个事费尽了心思，我很体谅你。哎，你也体谅体谅我嘛。不说了不说了啊，放人放人。哎，局长，局长，再等等。我始终觉得这个邢怀开他是在装疯，是受人指使的。您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再审他一次，如果中午之前我再撬不开他的嘴，我立马放人。好，中午之前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去吧，我先替你挡一挡。啊，谢谢局长。邢怀开，不管你是真风假风，今天都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老子没有时间了，你要是再跟我装的话，我就一枪打死。
只要你男人开口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他是真疯了。秦怀开，我数一二三，就开枪。一、二、三。 可以放人了吗，林队长？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费尽心机想救的这个人，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呢？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瞒你，他是我失散多年的母亲。哎呦，你看我怎么早没猜到呢？哎呦，要不然你以为什么人能让我这么伤心呢？ 笑成的，哎呦，你看看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<笑>行了，都是为了党国办事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开始确实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共党，如果真是，那不是误了大事吗？就算是共党，你还能大义灭亲不成？你觉得呢？<笑>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什么都不说了。 我亲自去把咱们妈妈给接出来，好不好？<笑>你们等着啊！<笑>哎呀，伯母，<笑>伯母，<笑>伯母，您可得原谅我呀！我真是不知道您是孝成他娘啊！我要是知道，我打死也不会让他们动你啊！ 要不这样，伯母，我伤过来二贴子，我给您赔罪。哎，起开！妈，小龙，妈，孝成不孝让您受委屈了，我这就几天回去。 我可以出去了，我能出去了。啊，咱回去啊！啊，走！妈，老太太受内伤了，赶紧送医院。哎，慢点，来。哎，用局里的车送医院吧。不用。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都他妈给我滚！曹操，曹操！妈。
以一直没得到休息。那您放心，爸死的时候才36岁，我发誓一定要找共产党报这个仇。我坐起来。妈，钟龙，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胡来呀。妈，坏人的脸上不一定都贴着标签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世道就是这么乱，您慢慢就知道了。也是，你爸爸去世以后，你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呀？爸去世之后，他的上级魏司令把我给收养了，任我做了义子。妈，我上学堂的时候啊，先生给我改了一个名字叫林孝成，是想让我以孝为先，学有所成。您看这个名字行吗？好听，好听。林孝成。妈，那您呢？弟弟怎么没有跟您一块儿了？我呀，后来去了上海，给人家当老妈子，东家干几天，西家干几天，挣那俩钱儿也养活不了我们娘俩。后来你弟弟啊，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扛活去了，就再没回来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弟弟找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团聚。好，好。孝成，现在该成家了吧？没呢。还没有啊？妈，我订婚了。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订婚了，您别怪我。好啊，姑娘是哪一家的呀？她叫魏兰，就是那个魏司令的女儿。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妈等您身子稍微好一点，我让她来拜见您。啊，好，好。哎呦，我有事儿问你。怎么了？桂姨，要是你跟婆婆吵架了，你该怎么办？那就惨了呀，得罪了婆婆就等于得罪了丈夫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担心什么呀？你那个未来的婆婆现在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感谢什么呀？你不知道。其实我跟孝成他妈早就见过，你知道有多巧吗？有一次我跟可心去买鞋，我刚换上新买的鞋走出来，迎面就撞上一老太太，她筐里的鸡蛋全撒我鞋上了，那我肯定说了她几句啊。问题是我不知道那是孝成他妈呀。就你说几句，骂了一顿。哎呦，这些你都别管了，反正现在他刚从党通局放出来，现在住进医院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住院了？那照你说的这个情况，我就教你三招。嗯。第一，赔礼；第二，服软；第三，示弱。示弱？这不都一个意思吗？对呀，你想啊，这老婆随时都可以换，妈就一个，能换吗？你家林孝成又是一个孝子贤孙的模样，你还是赶紧买点水果到医院去看看他嘛，多说软话啊。哎呀，买水果去看他这都没问题，软话我可说不出口。那你不去也行啊，换个男人呗。小姐电话。谁啊？少爷。去啊。
哎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这不买点东西去了吗？我看挺漂亮的，我妈一定会喜欢你的，别怕啊，走。哎，你妈这人好说话吗？好说话啊，我妈最通情达理了，别怕啊，走。不，你干嘛呀？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？睡着了。这是兰兰，我给您带来了。这是我妈，伯母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走路怎么也不长眼睛啊？你是哪家的呀？我是哪家的？说出来吓死你！哦，是你呀，姑娘。妈，您见过她？我们见过。小程，走了一路，我特别渴，你给我倒杯水去吧。哎，陪伯母聊。哟，没水了，我打水去，妈啊。嗯，反正见过，好好聊啊。哎，坐吧。哎，伯母。我给您削个苹果吧，这苹果特别好，进口的，有钱都买不到呢。嗨，我们一个乡下人，承受不起。伯母，我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有些事儿您别往心里头去哈。哎，上次您在牢里的时候，我还去看过您呢，我还给您送东西去了呢。哦，那东西是你送的？嗯，谢谢了。不客气，姑娘。嗯，那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你跟孝成合适吗？合适啊。我们小门小户的，高攀不起。嗨，伯母，你想多了。我爸没多大个官，就是个城隍司令。他不嫌弃你们家。伯母，孝成还没对你说过吧？他小时候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，我爸把他领回家里了，管他吃管他住，一路送他上军校。所以说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特别合适。孝成说了，只要找着您，我们立刻就举行婚礼。这事儿再说吧。再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伯母，我削好了，您尝尝。先搁那儿吧。我削了好半天，差点把手都削了。您尝尝嘛。我现在不想吃。伯母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削过苹果呢，我爸都没吃过我削的苹果，您尝尝嘛。兰兰，你干嘛呀？你这去哪儿？回家。哎，那你回家干嘛？看你妈去。不，怎么回事啊？刚见面，怎么还能有这种事啊？这兰兰，我回头骂她。小生，哎，你看妈一来，就搅和你们这个事儿，真是。可是吧，妈觉得这姑娘。你们在一块儿不合适，要不算了。妈，那个他是因为他不认识你，要不然不能这样。他对别人也不能这样啊，这说明这孩子脾气暴啊。妈，其实啊，兰兰这孩子吧，我是比较了解的，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，他的心地很善良，他就是嘴巴厉害。我看不光是嘴厉害，你想啊，她是卫司令的女儿，
从小在那么个环境长大，宠着他，爱着他，惯了，将来有你罪受。妈，您这身子还没大好呢，您就先别操这心了。行吧，你先忙去吧，我静静。哎。气得我肚子直疼，我说不去，你非让我去。我今天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就着急忙慌地跑到医院去了。这服软是必须的，但也是有限度的呀。婆媳啊，那就是千年冤家。你想想啊，都说媳妇儿多年熬成婆，熬成婆了她不抖威风能行吗？那你不早说，这就是分寸，可以道歉，但要把握度。知道了吗？那我怎么把握这个度啊？婆媳那就是一门学问，不比你穿衣服打扮、上舞厅跳舞简单，慢慢学着吧。啊，哎，记着啊，分寸，别让他把你当软柿子切。哎，桂姨，你嫁给我爸那会儿，我奶奶已经不在了吧？嗯，你这套跟谁学的？没跟谁学，自己琢磨出来。行啊你。内部消息，有一个重要人物刚刚脱险，具体身份还待查实。真疯了，他再这么闹下去，别说犯人受不了，就连兄弟们都要崩溃了。你真的准备这么干？我考虑很久了，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，我不能随便放过一个可疑的人，这么做是对党国的不负责任。你是说他妈有假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没有这么巧，妈出现的巧，情花开疯的也巧，所以我得继续监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这万一捅了马蜂窝，我这不好收场。您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自己担待。那行，哎，你自己要小心点啊。我明白。兰兰，今天咱妈出院，一块儿去接她吧。我不去，我一人逛街了。妈跟我说了你们为什么生气，她说了她不怪你，你看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俩缓和一下，再说了总不能让老人家给你赔礼道歉吧。我不去，去了她还会那么对我的。
兰兰。哎，总算可以出去了。回去啊，妈好好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妈，您不用管我，您先把自己的身子养养好，我就开心了。哎，和我一块儿抓起来那个一对夫妻呢？哎呦，那对夫妻是共产党，毙了。这就是咱家。哎呦，这房子可够老的啊！主要是为了方便，离我上班的地方近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也不说收拾收拾。我一个人住嘛，凑合就行了。兰兰不过来帮帮你？她来过，经常来。你就骗我吧，她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以后我帮你收拾。妈，您看您刚出院，先把身体养好。这屋啊，我已经收拾出来了，一会儿您就住这儿。妈，您给爸上炷香吧。这是你爸的牌位啊。您连我爸的名字都不认得了。嗨，过去认那俩半字早忘了。那天啊，带我上你爸坟上看看去。哎，我找着妈了，儿子没有让你失望。我对仇人从来没有手软过。怀远呐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就让你的儿子别整天杀杀打打的作孽。你爸爸不希望用这样的方法给他报仇。您怎么知道啊？你爸爸是个善良的人。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。那我们也得做善事。妈，兰兰是个善良的人，您别跟她怄气了。怀远呐，孝成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什么原因你应该知道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。妈，您这话跟爸说得上吗？爸，你今天没出去啊？我平时出去玩您不乐意，我今儿在家待着您又不乐意。我是说你没有去看看孝成的妈。上次去医院的时候不是看过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觉得他应该到咱们家来感谢您，要不是您他哪儿出得来啊？这有什么呀，迟早是一家人，倒是你，人家是长辈，明天抽空去看看。我不去，我跟他一个乡下老太太没话说，我看他干什么去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以后你们怎么相处啊？爱怎么相处怎么相处，我跟林孝成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。我困了，上楼睡觉了。这丫头都是我给你惯坏的。虽然接回了母亲，但林孝成暗暗提醒自己不要被感情蒙蔽了双眼。这20多年母亲到底是怎么度过的？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她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王新民为什么那么咬定她就是共产党？虽然血脉相通，但世事难料，林孝成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份警惕。
今天在坟前的对话让宋怀珍很是痛心。看来由于轻信了国民党的谎言，林孝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，说服他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他会相信自己吗？自己以后如何在林孝成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呢？宋怀珍进退两难，他很想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林孝成，但又担心林孝成六亲不认。以后的日子该怎样生活下去，宋怀珍难以想象。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呢？我睡得挺好的，我连梦都没做。快吃饭。哟，辣萝卜。妈，自从跟您分开，我再也没吃过辣萝卜。我就记得你小时候爱吃，一会儿妈天天给你做。哎，以前我一个人住这儿啊，我就觉得是个睡觉的地方。这自从您回来，像个家了，真好。我洗脸去了啊。走。记住。见过什么，都说过什么，都要告诉我。是。妈，哎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，我等你吃饭。知道了。